蛮城压制，反手过去再普攻，这料不料他是被我已经压到了，你敢补兵？你还补啊？啊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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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逼我用我的小狙击把你打爆，警告你，还打？我点一枪跟你点我一枪是一样的感觉吗？小老弟，你又不懂事了吧？还呢？哟呵，你还找角度，还找角度，还找角度，角度，角度，角度。我用普攻杀人，用二技能补兵，就是这么料。去不去？埋颗雷，我要去中路帮他埋一颗，帮你埋颗雷，还帮你狙他一枪，好吧？这一枪怎么说？哎，误会误会，普通攻击哦，没事可以打，别怕，我在。别啊，咬到了呀。哎，怎么大招大反了？这还被我队友看到了，还好还好，也没骂我，还行，局面可以接受。保护我，暗影战斧走起来，暴君没了，有点可惜。我就用灵巧的小走位去点他，他难受不？难不难受就问你。动动不动？枪法随缘，你他。错了没？他错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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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笑了，把猴杀了，我人没了。哎，这好气啊！就感觉那个对面的法师挺会玩的呀。一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用二技能不就输了吗？你看我用了二技能吗？我闪现过去点两枪不都死了吗？干得漂亮，那当然了。永远不丢二技能，好吗？答应我，老老实实按普攻。直接塔推了呀。OK。动动，你死了，他活了，撤了，我下了。先撤一步，先撤一步。把破军给弄出来。百里可以出隐刃吗？别吧，有好多装备要等你出呢，哪有格子出隐刃呢？你末世得要吧，破军得要吧，破晓得要吧，哪有格子出隐刃呢？你不要末世出隐刃，没什么意义啊。
怕猴子在里面。一二三，什么感觉？一二三，拉开，是，噔噔噔噔噔，当，哎，哎，是真的烦呐、啊，大呀，大呀。哎呦，这两个人粘着我打，好难受呀！哎，我打那个马可波罗真的是三枪人直接没了呀，这要开大了吧？怎么感觉我们这边节奏特别不好呀？什么感觉？上路没人守啊！把兵清了，哥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把破军这一波打完后，就有破军了。再补末世，五个人下路呀，先把塔推了，别管他们，这波压塔，不知道猴子在哪，猴子在打暴君，那我再压个塔，死了呀兄弟，你还过来送，哎，别跟我在一起，我这啊，为什么我要用二技能，我直接再点一下这个法师不就死了吗？这不叫二了吗？把二刷出来，这简单的普攻打最纯粹的输出，不就好了吗？简单的普通攻击怎么走上去，普通攻击人死了，哎，有点气啊，哎，这两个贴脸我根本就不能点这两个人呢、啊、这两个人实在伤害太猛了，哇，七千经济，他们也是七千，还好。等我后面点吧，点他们嗷嗷叫就行了。这几个前排太肉了，我点他们好慢呢、啊，然后都太能突了。哎，是怎么动不了了呢？哎，这是什么减速啊？哎呦，真的是烦，蔡文姬我都不想跟他跟我站一起了，他跟我站一起我压力特别大。我本来我各种不会死的，他跟我站一起一个大招就弹到我了，真的脑壳疼。
先拿暴君，趁他们人不在。别让咬我。我要去点人。很舒服。有末世了。再点的就痛了呀，你别跟我站一起，哥哥，你还上来，你这不欠点啊？打他啊，欠点，有话说，就这么狠，这不再来手破晓，这不疯狂点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三枪带走。要用二技能吗？告诉我。无情推塔，有话说。你过来。还有没有？还有谁？幻影坦克，来吧，看我点呢，看我点，超级痛的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五枪，六枪，七枪，八枪，拉走喂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一，二。三四五六，走位秒。四，按错了，一枪两枪三枪四枪都得死。你跑，跑有用，跑，跑有用。这谁受得了？就这个感觉，点得很好。啊，我需要用二技能吗？这人过来吃枪，打不打？你还打他？打我？打他？大招！一枪一枪！哎，我就把我队友杀了！别追别追别追！有话好好说。我要去拿个红 buff， 不然风筝不动。这不点得很过瘾吗？我要拿个红就可以疯狂风筝他们了，好吧？给我个红 buff， 讲道理。他们塔都掉完了，我们这把应该是稳了。我单杀猴没有任何问题，好吧？感受一下，怎么单杀猴？算了。啊，这边浪了呀！糊涂呀，兄弟！这不走过去，一枪一枪拉大招，反手狙击，就是你这个炮车。一个人敢出门，我拿个 buff。差不多了吧，应该毕业了。随便搞个名刀乱杀，从头到尾。这个人敢打，他一技能已经丢了，讲道理，这边都是人。 OK， 我过去点了，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，快看快看，一枪两枪没了，一枪两枪两枪三枪，死死死帮大，一二跳，哎哎，明刀，
好家伙，就啥死了呀啊，最后一个二警打歪了，加油宫本，推呀推呀推推推推推推，他清不完的，推推推，哇挡下来了，这打不完呢，他们守下来了，我笑了啊，加油加油，这感觉有机会啊，一下再一下，哈哈，搞把名刀，搞把名刀，怎么还在浪？来，我先去把红给拿了，这样好风筝别人。应该一波了呀，我们就从头点到尾就行了，绵银切到我，切到我拉大招就可以了，这人死了呀，这不过去，一伤两伤，怎么说，韩信死了，咬不咬啊，你这不咬，一伤两伤三伤四伤五伤，哎，不可以哦，一枪两枪名刀拉枪，哎，来了，别看我血残，该秀的照秀，打他我笑了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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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拉一枪我复活甲，哎，点一下血起来了，A 他两下，闪现 A 死，他打不打？就不丢二技能。好吧，好，谢谢郁闷的妖怪，谢谢你。这不伤害稳定多了。韩信也是打出了蔡文姬的输出，下一把他胜率怎么来的呀？